请掀开经本，乾闼婆网，寄送最后一首。一刹那中，百千劫，佛力能现无所动。等以安乐释群生，慈药庄严智谢陀。这是普现庄严乾闼婆网。前面长行，他得善如一切佛境界，与众生安乐解脱门。我们看他赞颂里面，清凉大师有简单的注解。初二句是佛经，次句是安乐，佛力能现无所动者，这妄见也。非初多劫就一刹那，非转刹那受于多劫，本相如故，名无所动。随印度者，佛力令尽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很简单，意思很深。般若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诸法含着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真相就是佛境界。前面两句所说的就是刹那，是时间极短者。人王般若经上跟我们讲啊，这个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这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。百千劫是形容常识，我们世间人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，所以才产生三际的概念，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时间的概念。那么与时间对立的呢，是空间。空间呢，这个东南西北四维上下，啊，是十方。这些事情。我们都执着有，而实际上十方三世存不存在呢？这个话了，不能说它存在，也不能说它不存在。
事实的真相决定没有三际十方。三际十方是一，不是多。这《华严经》中常讲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这个话很不好懂啊。为什么呢？跟我们的常识恰恰相违背啊。我们觉得有三世啊，最明显的有昨天，有今天，有明天啊。昨天是过去，今天是现在，明天是未来，怎么没有三心？可是诸位读过白发明文论啊，这是相宗入门的一部论点呢。论文虽然不多啊，古的注解可非常丰富啊，比论文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啊。那么时间空间在白发里面这弥勒菩萨归纳的啊，弥勒菩萨造于切斯的论，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。天亲菩萨嫌660法还是太多，不便于初学，再把它归纳成百法。时分就是时间的概念，方分空间的概念，这两种都属于不相应心法啊，把它编在这一类里头啊。这个白法大家都记得很熟啊，心法八个啊，八心王啊，心所法51个。色法11个，不相应行法24个。什么叫不相应？不与心法相应，也不与心所法相应，也不与色法相应。但是跟这三者呢，又脱不了关系。所以单独给他建立这一科目啊，叫不相应心法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抽象的概念，绝非事实啊。这24个是抽象概念的啊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。那么这一句是讲到这个时分啊，一刹那中百千劫，百千劫中一刹那，一刹那跟无量劫没有长短啊，这个我们就不懂了。我们从一刹那很短，无量劫很长啊，一刹那跟无量劫是平等的啊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佛法是平等法，不平等决定就不是佛法啊。可是佛法到底是什么呢？佛法诸位要记住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法，也不是阿弥陀佛的法啊。你要懂得那个佛是什么意思，
佛是觉悟，佛法是觉悟之法。啊，那不是佛法，不是佛法是迷惑。啊，迷惑就不平等了，觉悟之后一定是平等的。啊，就生佛平等，性相平等，理事平等，啊，无有一法不平等，这是真正觉悟了。这是佛境界，佛境界是觉悟的境界，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悟入这个境界。啊，绝对不是说我们跟他学学就算了。而是帮助我们契入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是真实的。啊，所以诸法实相啊，一真法界。如果诸位在这个地方参透了，生死就了了。啊，了是什么意思呢？了是对于生死这一桩事情彻底明白了。啊，了是明了啊。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还有没有生死呢？没有了。生死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佛经里面常讲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它都是相对的。啊，烦恼跟菩提相对，生死跟涅槃相对，就跟此地讲的一刹那跟百千劫相对。凡夫看到是相对，啊，为什么把它看成相对呢？因为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就把事实真相啊看错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举的比喻很有趣味啊。啊，他讲猎目看月，看成两个月亮。啊，什么是猎目？你们晚上看看看月亮，你用一个手指把这个眼睛按下去，哦，就变成两个月亮了，就变成两个了。啊，两个是说妄见呐，就是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，你才会看到两个，看到三个。啊，正常的眼睛呢，看到是一个。啊，可是猎目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是两个，你不能说他是说他没有啊，他真有啊，所以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。啊，你要说有，确实没有；你说没有，明明两个在眼前。啊，就凡夫所见的。跟这个圣人所见的不一样啊，凡圣差别在哪里呢？凡夫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圣人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
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见的那个境界是真的。为什么叫真的？那境界不变。佛法的真妄就是说，凡是会变的，那就不是真的，这假的。永远不变的，这叫真的。你看在表法里面，这个大分两大类，有为法跟无为法。有为法就是会变的。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无为法是不变的。可是无为法里面有相似的无为，有真实的无为。无为法有六个，只有真如无为，那是真的。其余五个可以说是相似的无为。因为在那个境界里面，看不到他的生命。所以有为法了，这个里头列不进去，把它列在无为法。佛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观察解说确实高明。在世间典籍里面，古今中外，包括许多宗教的典籍，都没有佛法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透彻。那么诸佛如来的境界，我们要如何去入？这一桩事情，首先我们要明了，众生境界跟佛境界的差别在哪里。其差别所以然的道理又在哪里？首先要把这些搞清楚，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这叫看破。真正看破了，你自然就肯放下了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肯放下了。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佛境界就现前。你就真的看到了，一刹那跟百千劫是一回事情，生死跟涅槃确实不二，你才能切入啊。佛教化众生，这大家都晓得，切机切理。机是众生的根系，众生根系不相同啊。千差万别。所以佛教学的方法也就不是定法了，也是千差万别。所谓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。我们不知道就理，
对于佛这个用意我们不清楚，所以佛法接触多了，不但呢我们信心生不起来，反而把信心破坏了。比如我过去在台湾遇到时候，台大的一位教授，当时也是很有名气的教授。他也看佛经，看了之后，释迦牟尼佛讲话了，颠三倒四。一会儿说空，一会儿说有，到底是空还是有？他没说清楚啊。这个就是，虽然在世间法来说，他是个知识分子，高等的知识分子，大学教授，还是经常讲的。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佛根本没有说法了，你懂这个意思？为什么说佛根本没有说法呢？佛说法了，无非是替众生结念去缚而已。你众生什么毛病，他把那个毛病治好了就行了。所以没有定法。佛为什么说空呢？你执着有，佛就给你讲空，让你把那个执着有放下，这就圆满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那么那一个人执着空，那佛就跟他讲有，讲有破执着空的，讲空是破执着有的，破执着而已啊。那么这一位视知变聪的人可麻烦了，他执着有，佛跟他讲空，好，他有放下了，又执着空。这个麻烦大了，这佛就没法子教了。这一类根性的众生大有人在啊，总是要执着一遍啊，跟你讲两遍不执着啊，有个中道他又执着中道啊，总是要有执着。这个就永远不能够误入。到一切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，诸法实相啊，你就证得了。六根所处之处啊，戒识啊，宗门禅德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处处全是一真啊。但是这是慧能大师讲的上上根人，不但中下根人不能解其意，连上根人也不行。所以能大师讲要上上根人才有份呐。
对中下根人来说呢，那佛的教学方法就一次地循序渐进，慢慢的来诱惑你啊，诱导啊。啊，这个是讲的是善巧方便啊。首先叫我们延迟境界啊，小学啊，这是佛法的小学啊，照佛境界去做。虽然不能够脱离六道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为什么呢？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嘛。这是佛教小学。叫中下根性的人。从这个基础上慢慢在提升破迷开悟啊，你所迷的境界无量无边啊，佛法把它总归纳，不外乎六种沉静啊，两个法门。两个方面是心法跟色法啊，有些人迷于心法，有些人迷于色法啊。心法色法再要分类，越分越细诸佛菩萨有真实智慧，他能观机，他能帮助人，但是那个人要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这个缘才成熟啊。如果他能信不能解，可能他只有止于第一个阶段，断我修身啊，能信不能解。也有人呢，他解能解，他不相信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佛给我们说了，众生的病有两大类，一个是烦恼障，一个是所知障。二障虽然人人具足，但是后果个个不相同。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佛为大众说法啊，楞严经有十卷，第三卷的末后啊，这才讲三分之一，阿难尊者开悟了，说即赞佛阿难是须陀洹了，出国富罗那了，是四国阿罗汉，他听不懂啊，听不明白，听不懂。看到阿难尊者
设计赞福，他疑惑，这种心情显示出阿难尊者烦恼障重，所以不能证果。所智障轻，他容易开悟，他不能证果，悟是悟到了，可是境界现前还是做不了主，还是会随顺烦恼习气，烦恼障重。富罗那尊者的根性呢，跟阿难正好相反，他烦恼障轻，所以他证得阿罗汉果；所智障重，所以佛讲经说法他听不懂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哪一种？我两样都重啊，烦恼障也重，俗智障也重，这个麻烦就很大了。可是诸佛世尊有方便，这个方便是什么呢？方便就是长时间的熏修。我们要懂得这个诀窍啊！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会开悟，会成功。这个要有信心，要有耐心，要有毅力，专攻一门。像《坛经》里面记载的，无尽藏比丘尼，受持大涅槃经，一部经呢，遇到能大师，能大师给他讲解，他就豁然大悟。受持一部经时间长了，诸位要晓得，定慧的熏修啊，那个慧是根本之，所以遇到善知识，这一点行他就觉悟。法达禅师念《法华经》3000遍，《法华经》分量相当长，我们算它一天念一部吧，3000遍要10年了，10年。心定在《法华经》上，这是他的功力了。慧能大师给他讲解这经中的意趣，他也豁然大悟。
我们今天遇到善知识跟我们讲经说法，为什么不能开悟？没有这个基础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古大德教学一定要讲求一门深入、长时熏修，它有个道理在呀。这个道理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心定在一桩事情上。把你妄想分别执着减少到最低的程度，我们东西学多了，学杂了，心是乱的，心不是定的，永远不会开悟。心定在一门上，就容易开悟了。这道理在此地。宗门教下，显教、密教啊，这个原理原则是相同的，没有例外的。一句阿弥陀佛，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念掉了。也能够大彻大悟。这个例子有啊，净土圣贤录里头有，往生传里头有，近代笔记里面记载的，民国初年也有。他们到这个境界，许多人呢就往生了。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讲经说法？讲经说法要发愿。他没有发愿，没有发愿，他就走了，他走得很快呀。过去曾经有人问过我，他们仔细去读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度往生传》。发现里面很多人都是学佛三年就走了，来问我，这些人是不是刚刚好的寿命就都到了？我给他的解释是，不尽然。一个两个也许有巧合，哪有那么多巧合的呀？那为什么念佛念了三年他都走了呢？他功夫成就了，此地没有发愿，虽有寿命呢，不要了，功夫成就就走了，能走就走了，对这个世间决定没有留恋，这才能讲得通啊。功夫成就还不走的，决定呢在这个世间还有化缘，就是他有教化众生的缘分。
啊，那他就不应该走。如果在这个世间没有缘分，就赶快走。啊，决定没有留恋。凡夫的这个身相，业报身，这无可奈何的。你过去生造的业，你必须要受果报。人生丑业，可是破迷开悟之后啊，转凡成圣。转凡成圣的这个身体住在世间是愿力，不是业力，愿力自在啊。他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这个想不是感情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身体住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必要？有必要多住几天，没有必要少住几天。这叫生死自在。决定没有障碍。转业力成愿力，就是佛法里头常说的尘缘再来了。你真的把业力转成愿力，就入这个境界，就跟诸佛菩萨没两样啊。那么怎么个转法？我们在讲席里讲的很多很多啊。什么是业力？为自己是业力。自私自利是业力。什么是愿力呢？为众生是愿力。六道众生，包括非想非非想天人在内，全是业力。哪个人不为自己？六道众生都认为为自己这个观念是正确的，无可厚非的。现在在外国还正式定为法律，隐私权。怎样保护自己？可是在佛法里面呢，这一念叫大错特错了。这一念是业力。业力的根源呢，转业力成愿力，就在这个地方转。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就转过来了。起心动念呐，为社会为众生呐，为正法久住世间呐，这就转过来了。最近你们看到101岁的许居士，他转过来了。
转过来了，那一种殊胜的利益功德，你们也都看到了。这个许哲居士一介平民啊，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力啊，同样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。默默无闻，做他那一份菩萨事业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前亲眼所看到的。啊，所以学佛一定要知道有一个大的转变呢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我们的修学就没有白学了。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我们在六道当凡夫，真的是如经所说，头出头没，生死疲劳啊！世间之耻辱，没有比这个更大了。得人身闻佛法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难能可贵。贵在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，立刻转过来，那才是贵。转不过来，那贵在何处呢？这一些事实真相，我们要多想想。偈颂的第二句，佛力能现无所动，这一句的境界很深很深。那么我们今天也见了，我们今天所见的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都在动啊。没有静止的。佛给我们讲四大，有情无情，都是四大所造。四大是讲基本的物质。现在科技发达了，讲到最小的属于量子力学，
啊，讲基本粒子，啊，这个东西比原子电子还要小。世界万物都是这个基本粒子组合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合相啊，能组合的物质是一个，组合不一样啊，所以才产生许许多多现象。叫一合相。那么这个虽然再小，这个基本的粒子它有四个现象，这叫四大。四大现象，第一个它是物质，这毫无疑问它是物质，物质有地大，它带电啊，带阳电，佛法里边称为火大；带阴电，佛法里面称为水大。水大也就是它有湿度，这个火大就是它有温度。它有温度，它有湿度，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讲的带阴电、带阳电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动的就叫风大。地、水、火、风啊，是形容基本的物质啊，四个现象啊，叫四大。所以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。为什么它是动的呢？这个便是所现、所变。能现能变的是什么呢？无明。相宗典籍里面讲啊，无明不觉生三喜啊。这个物质是三系相里面的境界相啊。见相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心法，境界相就是所讲的色法，这是讲到根本的，见性同源。它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个缘是什么呢？无明业相。从无明业相变现出转向，转向就是见分。由转向变现出境界相，就是相分。所以心法色法是一不是二啊。这个才懂得是静随心转，静为什么从心转？它是一个根生的，所以这个能生的是无明，无明业相，无明业相是动的，它生出来的这些色心二法也是动的。这个心法就是八识无识一心所，刹那生灭。这个色法亦复如是啊。佛力能现无所动啊。这个意思就深了。
佛力所现的境界如如不动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佛不用阿赖耶了。啊，我用相宗的话来说了，诸佛菩萨转识成智了，智不动，识动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四智菩提不动啊，所以变现出来的境界也不动。这叫一真法界。才能给众生呢真正的安乐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才真正明了苦乐法。啊，你看这个《地藏经》上，啊，赞叹啊，这个诸佛。啊，就是赞叹世尊之苦乐法。这一句话说的重啊！啊，什么人知苦乐法？佛知道苦乐法。啊，唯有知苦乐法，才能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你不知苦乐法，你怎么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啊，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你看这个资讯里常常报道，啊，世界上有多少领袖们、专家们？开高峰会议啊，要为我们解决问题，越解决越乱啊，越解决越苦啊。他们是真想解决，为什么解决不了呢？不知道苦乐法。知苦乐法是真实智慧呀，不是世知变聪啊，世知变聪不能解决啊。那么这个第三句，我们如何去体会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知道，啊，乐要从哪里得到呢？乐要从和平里头得到。那么世间不和不平就得不到了，哪里来的乐呢？啊，和平自古以来至少含了几千年，和平没落实啊，没有实现的，社会总是在动乱，和平变成口号，
不切实际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千禧年也在做世界和平祈祷啊，能有效吗？啊，没有效，为什么没有效？总得要去找这个根呐，把原因找到啊。原因是大家虽然口里都喊和平，和平的理论基础没找到，所以和平很容易破裂。啊，是一个不坚实的东西，太脆弱了。啊，那么和平的根在哪里？平等对待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能跟世界一切众生平等吗？总觉得我比人高一点，人家不如我，这就不平等了，和平就破碎了。所以这个问题是属于教学的问题。事出世间大圣大贤真正觉悟了，他在这个世间呢去选择这个行业啊，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，他从事于这个工作。自己生活一定是过这个清贫，别人不愿意过的生活，他愿意；别人不愿意穿的衣服，他愿意穿；别人不愿意吃的饮食，他愿意吃；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他愿意做。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里面称为神贫。啊，我们佛法里面叫安贫乐道啊。啊，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啊，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做出无增无求的榜样，与一切众生平等，这和平才有基础。啊，那个理论的根，他们知道，所以才能够安贫乐道。这个理论的根啊，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入不二法门啊，这个才是和平的真正的根本。啊，契入这个境界，那和平有根了，决定不会破碎。啊，但是几个人找到这个根，毕竟是少数，啊，太少太少了。
所以这些人教化一切众生，从伦理上下手。像儒家讲的五伦八德，佛法里面讲的三福六合，从这里教，从小要教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所以古圣先贤多么重视教育，这样子陶冶一个人出来，目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做君子、做贤人，根心立地帮助他成圣人。这个世界才真正有和平，真正有安乐，是等以安乐是群生。可是现在圣贤人的教学脱节了，中断了，于是这个社会也大乱了，我们今天备受这个痛苦，如何挽救呢？还是要回归圣贤教学上，没有第二条路子可走。说凭我们自己去想方法，另外再开辟一个道路，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不管你想的什么好方法，你都落在意识里头。换一句话说，与性德相违背也。那么这些方法、这些道路都有问题，前途那个美景靠不住的，是幻想，不是事实。真正的安乐一定要与性德相应，所以我们在佛经上常常念到佛佛道同啊，他们的想法看法一致的，谚语有所谓，英雄所见大略相同，都是说的这回事情啊。这一句话如果我们细细去观察，自古以来我们看到学术界的贤者、宗教界的这些圣人，每一个宗教创教的这些神圣们，他们时代不相同，出生的地区也不相同，没有见过面的，没有通过讯息，可是他们的言教身教确实大略相同。
啊，由此可以证知，他们的真实智慧，他们不是世智变聪，是真实智慧。所以对宇宙人生的看法、想法、做法、说法非常接近。可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学派总是认为他们水火不相容，总认为这个当中有严重的矛盾，甚至于还有冲突。这些见解我们一看就晓得是怎样造成的，妄想分别之处，不是事实啊！事实上哪有不能融通的道理啊？你看华严，法法圆融，啊，没有一样啊不圆融的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错了，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我们再跟不同的学派交往，不同的宗教交往，才知道原来是一桩事情。事发佛法了，一个根生的，不相为利，所有的一切差错，人为的，所以那个过失的根本就是分别之处。所以放弃分别执着，事实真相你就见到了。这个样子才真正能够体验到动中有不动，我们的心动，所以境界就在动。六祖慧能大师那个风动幡动的故事意义很深呐。确实心动啊，外面境界就动啊，心要不动了，外面境界就无所动了。天王殿里面四大天王，西方天王广目，你看手上拿的龙，龙是代表动的，龙跟蛇都是表变化，说明
众生啊，世界变化多端呐，的动啊，变动啊，变动里头你能掌握着不动，不动是什么？定慧啊，他的手上拿了个珠啊，那珠是定慧。你有定有慧，他动我不动，不动啊，才能观察这个动乱，才能够掌握着动乱啊，能够啊化解动乱啊。所以没有定慧怎么行啊？那个珠是代表定慧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等于安乐世众生，等是平等啊，决定是平等啊，不平等那个心是动的，平等是静的，平等是定慧。学佛，特别是修学大乘佛法啊，你看大乘佛法，我们平常供佛啊，供具里头最重要的是供水啊，香花什么都没有都不要紧，至少要供一杯水，水代表什么？平等清净啊，心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啊，所以不可以供茶，茶不清净，有颜色啊。平等，水是平的，不起波浪，表法了啊。我们看到这个供水，就要想到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，一样平等。不分国土啊，不分族类啊，不分宗教信仰啊，平等的布施啊，平等的供养啊，供养什么呢？供养安乐啊，安。是无为布施，乐是财施法施，这两个字里头啊，三种布施，三种供养，群生，这个里头没有差别啊。这就是行菩萨道学佛的人，特别是修学大乘的人，他存心就如是啊，就是存这个心，时时刻刻，所以一切时一切处如何去修布施供养啊？布施供养的境界没有边际啊！你抓到这个原则啊，就是这一句等于安乐世众生啊，对于这一切众生啊，用这三种布施供养啊，慈要庄严这些土，
这个是普现庄严前大破王，他所修学的法门啊，我们如果要会了，就知道怎样修学了。查韩文里面清凉大师的注解跟大家报告过了啊，一多无碍啊，这叫佛境啊，天王至达了，故名善如啊，如就是解脱。这一首偈总结起来讲，前面两句是我们的惯境啊，现在讲的是人生观跟宇宙观。第三句是我们的行持啊，你观越深越广，你的心越慈悲。越踏实啊。认真努力积极帮助一切众生，三种布施里面或者是三种供养里面要知道宾主啊，普贤行愿里面告诉我们呢，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总是要想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这个才是真实利益啊。众生今天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达到相当的丰满了，不开悟没什么用处的啊，不管过得怎么好，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那就不是究竟安乐啊，究竟安乐要帮助他成佛。可是这个事情啊难了，我们都没有得到究竟安乐啊，自己没有得到，怎么能帮助别人得到呢？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佛有善巧方便啊，那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，我们自己虽然没有得到啊，我们劝别人，人家要肯修的话，说不定他真成就了啊，这是方便法了啊。用其他的方法，我们帮助众生得安乐，要想达到究竟太难太难了，但是净土法门里面就不难了啊，这时候是一心道啊。
现在有不少人批评夏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，只要劝你念佛嘛，做了这个经，你肯老实念佛了，那都成功了吧？那么在新加坡最近你们大家都见到的，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，他就听我讲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就听的是这个会集本呢。他听懂了明白之后啊，老实念佛，他真的往生了。这就好了，不必在这个地方就争论，争论到最后自己不能往生，还搞六道轮回，你说那有什么意思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